梁親子，跟住咧，我哋啊接住落嚟咧要頒發大會統籌啦，嚇誒梁啟明先生，麻煩你幫我哋頒發嚇，咁啊俾呢一個優異獎項嘅。首先呢一隊咧就係中國廣州市龍獅協會白龍學校夜光龍隊噶，有請。恭喜曬！繼續有請龍啟明先生留步嚇，接住頒發另外一隊嘅優異獎項啦。有菲律賓武術協會、菲律賓文揚體育會，有請佢哋嘅係啦，領隊或者係教練啦出嚟接受啦。我俾多啲掌聲佢哋好嘛？再一次恭喜曬，亦都唔該曬林慶明先生請回座。好啦，好高興啦，我哋有請咧就係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總康樂事務經理體育資助黃友權先生啊，繼續頒發啦，跟住落嚟嘅優異獎項啦。首先要頒發俾中華台北台北市立大學嘅隊伍啊！好，再一次恭喜，亦都唔該曬黃生，請回座 ，thank you。接住咧，我哋要頒發呢一個咧，即係冠亞季段嘅獎項啦。首先，我哋邀請翻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會長江貝偉先生，我哋頒發咧殿軍嘅獎項噶，有請江生。就係、是、澳門夜光龍隊伍隊，澳門羅龍體育總會。好，影翻金獎先。哇，個獎杯都夠份喎嚇 ！Thank you， 再一次恭喜殿軍嘅澳門羅龍體育總會，唔該曬，各位會長，請就座。跟住我哋有請亞洲龍獅運動聯合會主席陳永傑先生為我哋頒發季軍嘅獎項，繼續請陳生。季軍嘅得獎隊伍就係新加坡威勇體育會。幾有氣勢，幾有陣容。好啦，跟住咧就要去擺翻個陣型先至叫上架。冇錯冇錯，攞呢一個季軍嘅獎項係咪先？當然要值得高興啦，同埋翻張相留念先，呢個更重要嘅時刻。再一次恭喜我哋季軍嘅得主啊，新加坡威勇體育會。Thank you， 好，亦都唔該曬陳生噶，幫我哋頒發，請回座。Thank you， 唔該曬佢啦。有請我哋呢一個季軍隊伍咧，慢慢咁樣係啦，去翻我哋嘅隊席之中啊嚇。跟住啦，咁當然要頒發亞軍啦，同埋我相信有啲朋友都係嚟睇咗呢個夜光龍嘅賽事，都知道嚇邊位亞軍嘅得主噶啦。呢、这個時候我哋有請咧，胡淑玉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以及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主席林建明博士，我哋頒發咧亞軍嘅獎項嘅，有請林博士。亞軍得獎嘅隊伍就係馬來西亞全國龍獅總會馬來西亞夜夜亞灣紅線大隊羽毛龍隊。
果然咧係生龍活虎啊！你見到啦，佢哋嗰夜光龍啦，哇！你睇下嗰個薄身紗幾靚，嗰個龍身嗰件衫啊，跟住你見到啦咁多位嘅即係運動員咧，佢哋件衫咧，點解我話生龍活虎咧？佢哋件衫冇網位，好似似老虎咁啊！好襯啊，同佢哋呢一個夜光龍嘅顏色。好 ，thank you， 仲有一次恭喜曬嚟自馬來西亞嘅馬來西亞爺爺阿汪洪先大弟羽毛龍隊，亦都唔該曬林博士幫我哋頒發呢個獎項嘅，可以請回座。好啦，哇，你睇下幾靚真係，好，跟住啦，即刻啦，要頒發冠軍啦噃，呢個時候咧。行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先生 JP 咧，為我哋頒發呢個冠軍嘅獎項㗎。夜光龍冠軍隊就係剛才我哋表演過啦，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國士功夫金龍醒獅團，有請咧就係我哋香港隊嘅總領隊啦，同埋佢哋本身隊伍嘅領隊啊，佢接受嘅，有請我哋香港總領隊陳克勤陳生士。好啦，大家都望住正前方啦，影翻張大合照先。哇！見到台下嘅嘉賓朋友啦，現場觀眾忍唔住啊，自己都要影翻張先。OK， 再一次恭喜曬我哋冠軍隊伍啦嚇！香港中國學術龍獅總會國士功夫金龍醒獅團得到我哋呢一個夜光龍比賽嘅冠軍。好，恭喜曬，亦都多謝曬啦，陳積志先生。陳副局長為我哋頒發嘅整回座，好，亦都唔該曬我哋呢一個冠軍，點多張先，係咪啊？啊，唔好意思啊，前面嗰幾位嘉賓朋友係啦，因為我哋想攞個最靚嘅角度，唔該曬，多謝大家配合啦，一陣慢慢再影。好，正前方一二三四，嚟多張，三二一。為我哋頒發啦嚇醒獅獎項啊嚇，究竟獅王嘅美譽咧邊個得到啦？相信大家都心裏有數噶啦。咁但係我哋首先咧就頒發第一隊嘅優勝獎項先，得主就係澳洲浸舞館張強龍獅團。冇錯啦，大家成個隊形。拎埋呢個醒獅一齊，有頭有尾，我連頭好過連尾啊！都話，一陣影翻張相先。好啦，咁啊，擺翻個靚嘅陣型先。好，望住正前方，我哋嘅大好攝影師啦，同埋你哋所屬嘅攝影師嚇。OK， thank you， 再一次恭喜啲咧，就係澳洲浸舞館張強龍獅團咧，獲得呢一個優勝獎項噶，恭喜曬！好，亦都咧唔該曬陳天明同埋陳生士。跟住我哋有請咧，我哋嘅大好統籌林啟明先生啦，為我哋頒發另外一個嘅優勝獎嘅。林師傅，麻煩你係啦。跟住咧就係有呢一個優勝獎啦，另外一隊咧就係澳門藍獅代表隊，澳門紅威龍獅體育會，有請。好多年青嘅朋友仔嘅呢隊，幾好啊！向佢哋推廣呢一個龍獅嘅運動啊，由呢一個參加比賽去幫手啊。其實我覺得佢哋都應該有所得著嘅。
好 ，OK， 再一次恭喜曬，亦都唔該曬林啟明先生。接住翻落另外一隊嘅優勝獎啦，我哋先請出個頒獎嘉賓，有陳德康及文化事務處總康樂事務經理體育資助黃友權先生。